原标题，一生被六位皇帝宠幸，年近五十还将李世民迷倒，后与千古一帝合葬五年前，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陶庄发布一条重要消息，之前意外发现的隋唐墓葬最终确认为隋炀帝杨广和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至此，关于隋炀帝墓地的争议最终烟消云散。隋炀帝杨广大家都熟悉，近些来随着人们越来越理性，对隋炀帝的评价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指责，而是对他在位期间的贡献进行了肯定，甚至有人评价他是千古一帝。相比隋炀帝，萧后的名气就小得多，可他也是一个传奇皇后，自古红颜多薄命，萧后也是如此。生逢乱世，萧皇后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萧氏成为杨广皇后之前是公主，父亲是南北朝末期西凉孝明帝萧睿。据说萧氏出生时候，袁天罡根据他的生辰八字推算了他的命运，并给出了一个结论，母仪天下，命带桃花。九岁时，萧氏就进入隋朝皇后，在宫里读书学习。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决定将萧氏下嫁给儿子杨广。这年杨广25岁，萧氏年仅13岁。大业14年，618年，江都政变，杨广被文化及杀死。杨广死后，宇文化及将萧后占为己有。好景不长，宇文化及在窦建都的追击下，不仅丢了性命，而且将萧后收入帐中。就在窦建德得意忘形时，之前远嫁突厥可汗的隋炀帝妹妹义成公主托人前来迎接萧后。当时的突厥极其强大，窦建德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只能把萧后交给使者。就在萧后以为四处流浪的日子即将结束时，来到突厥的他很快被突厥藩王处罗可汗所霸占。老藩王死后，根据收继婚风俗，弟弟吉利可汗即位后，萧后自然成为了他的妻子。就在萧后认为自己再也回不到中原时，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大将进打败了突厥大军，结果将萧后迎回长安。要知道此时的萧后年已经年近50岁。据史书记载，萧后被迎回长安后，受到了李世民的礼遇。还有种说法说的李世民看到萧后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破例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宴会。贞观21年，这个先后跟六个帝王产生关系的女人寿终正寝。萧后死后，唐太宗将她跟送到扬州与杨广合葬。上是闵皇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